頭一轉，我已經進入咗鳥居隧道，係啦，我叫做鳥居隧道，因為我覺得呢個似一條隧道多啲，啲鳥居係密麻麻噶，真係好佩服當時嘅啲格仔點解可以將佢哋起得咁密，一路都有好多字出現喺後面嘅。其實我行路速度咧就唔係好快嘅，好慢咁行噶啦，因為咧我唔想影到啲遊客啊，盡量都唔好。咁其實喺遊客區咧，基本上啲日本人已經習慣咗你影佢噶啦，係啦，只要你唔係兜口兜面咁偷拍人哋咧，都冇問題嘅。咁再加上有咁多著住和服嘅遊客，有時都分唔到到底邊個係日本仔，邊個係韓仔，邊個香港仔。大家都是靠聽啦，聽到啲語言熟悉的語言就知道，哎，自己有喎，好多字啊，我看不到佢哋寫啲乜。嗱，我真的行得好慢。開始轉彎了，果然是一個遊客區，這裡是塞滿了遊客了已經。下次如果大家不想那麼多人，可以早點來。今天已經現在已經三點半晏了了。好了，我們終於行了其中一條鳥居隧道，就去到另外一邊，那這邊就下去了。咁上到嚟呢度有咩睇呢？我見唔到有咩睇喎，見到一個神社囉。跟住喺另外一邊又有另外一條鳥居隧道啦。係啦，好多隧道啊，行極都行唔完嘅隧道啊。